苗栗县国兰国民小学110年度校庆运动会开幕典礼，典礼开始，动员。现在要通过这一台前的是由徐文忠老师、吴成斌老师及林丹慧老师带领的六年级团队。那么六年级的小朋友，精明旺盛，活力满分，男子帅气，女子美丽，个个迈着呢轻快的步伐。啊，六年级，站呢。好，谢谢那个评委的导演。